香港成名演出华灯初上，人气大爆红，更凭借精湛演技入围第67届金钟奖的男配角奖，前景可说是一片光明。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他，近日就晒出不少近况照，只是其中一张照片中，他的手指整个诡异弯曲，而且无名指关节以上的部位都有一点红肿，看起来很是惊悚。而在下一张照片中，他则是晒出自己以绷带固定手指的状态，让不少粉丝看了都很心疼，纷纷留言问他还好吗？就连好友林心如看了都惊讶问：“你手怎么了？”而柯佳嬿看了则是要他好好照顾无名指啊。Bye.